快速掌握破碎步。一走一，好，它的重心已经去到前脚掌了，对吧？然后它的二要从弯变成微弯，那你要感受的是什么？你的重心在前腿上，重量在前腿上保持的状态下，由弯变成微弯，走微弯，这就意味着它的力量是向下在踩。我说过，当力量向下踩的时候，骨盆的状态应该是向上，所以你这个腿从弯到微弯的过程就是向下踩的过程，所以我的二这个骨盆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？高的，前面这个骨盆是高的，然后伸直状态，再收脚蹬直，看到了没有？你们第一排没有人做，但是谢远有做，就证明我上节课我是有讲的。啊，走一、二。